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的是梅花山，这里是中国唯一一处保护华南虎的养殖地。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进去去看一下中国的国宝华南虎。好，出发吧。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到了，在我们身后这一处呢，就是饲养我们中国国宝的华南虎的养殖地了。现在我们走进去去看一下。哇，看见了，哇，好大只啊！又来一只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铁栅栏，然后把整个这座山给圈养起来了。哇哇哇哇，这里还有一只啊。据了解呢，这个梅花山的华南虎是我们中国现存华南虎数量最多、活动最频繁的区域，也是我们全国唯一一家以关爱国宝华南虎、关注生态大自然和关心人类自己为主题的华南虎拯救工程基地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二楼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更多的华南虎了。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远处的，有三只华南虎，哦，四只哦，远处还有四只正在懒洋洋的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哦，那里还有两只。为了安全的起见，我们现在观看华南虎只能隔着这个铁栅栏才能看到它们。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华南虎探秘的话呢，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，千万不要离这个华南虎靠得太近。